先生，拜拜。来，这这样子，开车小心，注意安全，北北。哎呀，这样子。都可以吃啊，没关系。哦，北北，我们很小的，我们只有三只鸡。你拢买只鸡哦？一只我给多了。你拢买只鸡哦？你们都不吃鸡的吗？你们都不吃鸡的吗？这只鸡啊叫啥？人参鸡就对啊，人参鸡啦，什么鸡就对啊啦。落口一只鸡啊卖偌济？落口一只，这只活动四斤重，四斤重挂汤。挂汤四斤重，鸡仔偌重，两斤多，鸡仔差不多两斤重啊。这只卖偌济，乌骨嘞，乌骨嘞，乌骨嘞就对啊啦。这只卖偌济，这只你去超市甲看啦，这只若无卖你七八，你下拢爱用我啦。我招一个500块有人要来无？500块啊？人参鸡500块有人要吃啊？哈？我招一个400块有人要来无？400有人要吃啊？两斤都半哦，一包2.5公斤就对啊啦。400有人要来无？3.5就好啊啦。3.5有人要吃啊？哈，我招一个镜头卖啰嗦啊啦，300块就对啊，300块有人要吃啊？我估计300块有人要来。你不是拢无食鸡排哦？我招一个7包，我估计300块有人要来。你等于创个小类吃啊啦？我招一个300块有人要吃啊？无什么鸡？人参乌骨鸡300块有人要来？300块啊？300块有人要吃啊？300。来，我问一下，你要一声啊？你要一声啊？系偷丢？偷丢，偷丢，偷丢啦！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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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偷丢就一挂南山的无偌济啊，偷丢，偷丢南山的尔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偷丢啦，偷丢，我招一台啊，偷丢啊！偷丢我问一下啦，大只的大只水就好啊啦，大只水就啊，你讲大细只拢有，大家差远啊，品无计较的。落口一斤偷丢卖偌济？一斤卖你300，一斤卖你500啦，两只磅只磅1000啊，磅800啦，磅500块就对啊啦，500块够有人要爱哈？500块偷丢啊，够有人要吃啊？这两只500块偷丢够有人要爱？500块啊，偷丢500块有人要爱无？这两只偷丢500块无人要吃啊？我吃一个较紧的，我吃一个较紧的就好啦。这钱紧的就好啦，来啊来啊，涨3只涨4只，来500块就对，500块啊，套住500块啊，大细只差远，咱大家拼无计较的，哈，咱实讲的讲白啊，缩得好气啊，缩得好气啊啦，涨4只来500块有人要来，我这钱紧就好啦，涨6只涨5只，涨5只涨5只来啦，500块有人要来，500块啊，那是超大，500块有人要来哈，500块啊，我这钱套住500块有人要吃来，目前5只啊，卖搞，这无。我招一个500块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上6只来500块套丢有人要来，500块，套丢500，套丢500块有人要来，套丢啊，套丢6只500块无人要吃啊，这只套丢500块无人要来哦，6只，紧得卖过啊，好，500块得，7只500，套丢啦，1000了，来来来，1000了。台北大户买一千，2467了，7只500，前套就70块尔，咱讲这里不敢吃啊，都没有很小的。6啦，67啦，500块够有人要来无？500块啊，套丢够有人要吃啊无？套丢啊。哎，帅哥，你个地头地后哦，我下登大中，专工来的呢，真的啊，你到大中来？大中，八吨，我重的，专工来的啊，你。八吨到我，八吨就到你到遐尔。他就对只我过就到啊，你。到卖家啦。我来就到啊。那是我来到。头条最后一箱啊，我招一个。不对嘞，男子算是家，我先去不对嘞。我招一个镜头啊。谢谢谢谢，我给你看。无只啦，这六只七只啦，我招一个500块够有人要吃啊。套丢够有人买啊，无哈，春节咱赚的无偌济啊啦，一只两只来啦，3只来，4只来啦，2块5只6只来，我招一个，7只来300块，500块，500块，老师，今日有6只，5只两只，你这个几桌顶拢是啊？2块5只六只，你讲你看唔到3个尔，啊，你讲你看多少？你桌边个几桌顶？7只啦，我都是只照加哩，来来，2只啦，3只来啦，4只来啦。5只来了，我招一个6只来了，我7只来，我招一只500块有人要啊，500块啊，套丢500块有人要吃啊，无套丢啊。
套抽500块有人要来，500块。套抽500块有人要来，套抽啊。套抽讲有人要接啊，吓，我招一个500块有人要来，套抽500块。这堆套抽500块有人要来，500。七只套，哎，咱讲真的，一只套抽剩70块尔，你无人敢食。讲真的啊，套抽一只剩70尔，你无人敢食。我招一个500块有人要来，500，这堆500块有人要来。收兵啊，七十袂来。套抽讲有人要来啊，套抽啊。套抽无人要食的哦，套抽无人要爱吼，这堆500块无人要爱啊吼，这堆500块无人要食，紧到卖拖病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安尼啦安尼啦，啊恁讲要食啥的啊？黄鱼好无？黄鱼敢有人要食啊？黄鱼啊，你其他都拢无买着呢，鱼在死也卖呢，鱼在死也卖呢，咱讲真的啊！来来，黄鱼我问一下，黄鱼啊，黄鱼我剩南山的无偌济啊，咱讲真的啊！一尾落口黄鱼袂偌济，一尾落口无台袂去百三啦，有台袂去百五、百八拢有可能啦。来啊来啊来，安尼啦，奖两只，奖两只好来啦。莫讲开三啦、三五啦，我招一个300块有人要来无？两只300块有人要吃啊？两只300块啊？我来说像怎安尼招？对啊。我招一个300块有人要来，300块啊？镜头卖就说啦。奖三只，奖四只来啦！奖三只，奖四只来。我你讲奖四只来，奖四只来啦！莫讲开650啦，我招一个500块有人要来，无500块啊！黄鱼500块有人要吃啊，无500。我招一个500块，敢有人要吃啊？黄鱼500块，黄鱼500块有人要来？一人五只好啦，500块有人要来，500块啊！500敢有人要吃啊？有人要爱500块的黄鱼，镜头卖啰嗦啦，将六只来啦，我招一个500啦，500块有人要吃啊，拄好啦，一堆下来500块有人要来，黄鱼500块敢有人要吃啊？黄鱼敢有人要来？大你敢无？黄鱼500块，黄鱼500块，黄鱼500块无人要来哦，黄鱼500无人要吃啊？你做准备无将黄鱼出上个两公斤的？500块就好了啦，七只哦，他妈的惨，够老师的，500块黄鱼有人要啊？七只很便宜，一只70而已。我再跟你说啊，我料一丝也卖你，恁若要有这俗的，我再开盘吞，用吞的吞给恁看。不会，太惨。500块啦，超扯！靠腰的，死人！八只500块呢，一只60几块尔呢。拜托500无人买，靠背伤多就对啊啦。我一只300块有人买啊，300块就对啊啦。黄鱼，好，你讲慢点，拢卖走。哈哈哈！你妈个跳出个西了。你要吃啥？你要吃啥啦？这么多。你要吃啥啦？我问一下无？哎呀，我也不吃。黄鱼较好吃。我爱牛尾了。羊卖完了。哦，你买牛肉卤。这肉嘛都有。牛肉就对我啦，牛肉。牛肉卤就对我啦。外口一块卖偌济？外口牛肉卤一鼎卖偌济？咱无闲才讲，一鼎该无卖你500啦？你听有意思无？两鼎卖1000啊，两鼎卖800，两鼎卖500就对啊啦。我招一个400块有人要吃的无哈？300块有人要来无？300块啊？牛肉卤300块有人要来哈？牛肉卤300，我招一个镜头啊，奖200，200五来啦。200块就好了啦，500块200块不要去吃啊，200块200块啊，
挂南山的尔啦，两百块够有人买啊，无两百块啊，两百块来迄种，来迄种是便宜点啊，来啊来，对，来啊来啊来，两百块大袋走起啊，两百块够有人要吃啊，无两百块啊，牛肉卤啊，牛肉卤两百块够有人买啊。这牛肉敢够有人要吃啊？哈，牛肉卤啊，牛肉。恁家恁家敢有人咧食牛啊？你像我长期种蔬菜哦，遐我都卖完哦。我长年咧去讨一公伯拜拜，三公斤咧去讨一公伯拜拜，全干的啦。我相信两百块够有人要爱。两百块牛肉卤敢够有人要吃啊？哈，两百块啊，牛肉卤两百块够有人要爱。后壁啊，大种地区甲你有啦，几个地区拢无食。几个恁家拢无食？啊！离水迄边做田的，大家就食牛安尼哦。哈哈哈！要安尼，要安尼啊！来，咱讲真的啦，我少一下牛肉咯，我剩南山的无济啊啦。这两包来两百块，够有人买啊？无两百，两百块牛肉咯，够有人要吃啊？两百块，牛肉卤两百块，够有人买啊？两百，两百块够有人要吃啊？一次杀一两只会觉得麻烦，你一次杀七八只应该就不麻烦。两百块够有人买啊？一百干嘛？做一百干。杀一杀，再把它冻起来就好了。就跟那个肥肥一样，他一次都杀五只五波鱼，然后冻起来慢慢吃。鸳鸯虾饼，这下我春节呢，我春节鸳鸯虾饼，我春节南山的我买啰嗦啦。外口一袋蒸到好，煮到好无？在泰式料理店卖两百啦，一包卖两百，这两包来开四百，开三百，你要我两百块就对啊，两百块啊。黑羊小饼两百块啊，人要来两百，来来，大大卖了算，奖三百块来，两百块你。